在村子里面有看过他们吗？太黑了，看不到。对，我们都看不太到彼此。有时候我们走一走，哎，擦肩而过。能够跟动力火车站在一起唱歌，就是你们演艺事业的最高峰。每人一根芝麻卷，好吃好吃好吃。人家在唱，为什么团员你敢在他们面前高音？厉害厉害，忍不住，少羽那个少羽。使眼色跟他真的吗？帮我唱一下，他那个高音他唱，因为年纪大了嘛，没有声音了。怎么唱？怎么唱？年轻人，年轻人。除了爱你，还能爱谁？还能爱谁？好，第二题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请出题。说了是无情，写了个无情，都做无情人，何必再写信？既然已无心，何苦再用心？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。我站在无。Let's go！ 谁切了？谁切？好就那么简单。对啊，一二三，亮答。谁不会？好 ，OK 啊。这个我刚就跟你们讲，是不是？不要理他们，每首都会。然后呢？哎，你们有唱这首歌吗？也会唱，这个从小听到大。哎呦，神曲啊，神曲！他们两个说会唱，然后从小听到大，他眼睛不敢直视你，会怕。好，下来，两位站起来来说，站起来唱。好啊，哇，毕业毕业，哎，我有小动力，我很少看到身高没有比我们高的。而且那个肤色也比我们黑，所以他们就唱了哎哦哎，就像罗志祥讲的那首歌嘛，爱，他总都爱，爱，但是呢，矮归矮啦，很会唱，真的很会唱。四位来合唱，好，太趣哦，这个中低音炮来看看，高音的，来，好紧张哦。
是后浪，我要后面有在吹啊！我要跟他们两位讲，黑旋风特别注意好不好？这一生当中，能够跟动力火车站在一起唱歌，就是你们演艺事业的最高峰。今天值得最高了，真的。之后就开始走下坡。还是很开心，他们也不能这样说，不可能走下坡。我听过他们演唱，他们的人生已经就在下坡，已经第十八层地狱。不会的，来来，我很害怕他们会超过我们，真的。来一点亲戚的，他们要跟你一起合唱不容易的。你什么族？什么来？我排湾族，跟哥哥他们一样，哥哥一样，他们两个都排湾族。在村子里面有看过他们吗？太黑了，看不到。我们也看不太到啊，对，我们都看不太到彼此。有时候我们走一走，哎，擦肩而过。你们可不可以约白天就好了？我们只有白天会出现，晚上不要了，晚上不要了。我那么不礼貌问一下，是不是这疫情期间两位有确诊？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好过了，头脑全部歪掉。我们不同村台湾啊，你呢？你也台湾呐？对，我们都是台湾。我们四个是台湾组，我跟哥哥都是三地门的，跟志林哥，五个我们都是三地门，很近嘛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也是吗？哪一个门的？台湾组，台湾组。哦，你们迪翁，迪翁是台湾人，他是美国人，他是美国人，美国人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哎，其实你们俩那个音乐不要间断，不要拆了，你就好好唱几首歌。直接改善员了。再次感谢两位前辈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加油，继续加油哈，对，早点追到我们啊。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。自然的结构，像森林般围绕着你我，消极的笑着，痛快的哭，生命真的很难形容。顺其自然的回答，你要喝咖啡还是泡茶？下班后你快乐的上哪儿？我是真的不想回答。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凝视前方身后的距离。Yeah.